好，我们也有别的可以换衣服、别的通路这样。有没有跟我拍到了吗？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好的，胡歌女孩更有魅力哦。那我们在进场的时候，我们的许多媒体朋友们都有收到我们的见面礼物，就是呢两支香水，但是五个女生都有她们自己专属的香水哦。好的，那讲到这个呢，我们的出道仪式也要准备开始了。出道仪式呢，我们这一位来帮我们喷香的嘉宾呢，也大有来头。你们那边，我是姐 ，OK 啊，好，来吧，自我介绍一下。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lice， 我是 Alice 的玉馨，是团里的队长跟主舞。我是 Alice 的仙子珊珊。我是 Alice 的 Ashley， 那我是主唱。我是 Alice 的 Cherry， 我是门内，也是副队长。我是 Alice 的若曦，然后我是团里的姐姐。今天记者会心情会紧张。很紧张，紧张。我们刚刚应该就是大家下来之前一直握着说好紧张，好紧张。然后下来之前，闪闪就一直抓着我的手，这样子。我说紧张，我紧张，我好紧张。闪闪感觉要晕倒了。对啊，我就是好久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前一天晚上有点睡不着。老蛮激动的，有点像毕业旅行前一天的感觉，就是很兴奋，要想要好好玩，然后但是又赶快睡觉，但是又睡不着，对，但是又赶快睡觉，还是孩子，对，我们还是很激动的心情，激动紧张，有没有人就是哭的？我有哭，哦，你有哭？我前一天晚上就是在网络上滑。滑到玉馨的贴文，然后看到下面有很多粉丝留言说明天见，明天见，就突然他滑我的哭，突然的哭了，因为我在团里是一个不哭的人，但是我真的很突然就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突然，我觉得就是因为真的很感慨吧，这么等了这么久，粉丝大家都愿意等我们，然后相信我们，每一场活动都到场支持我们，到现在我们终于出道，终于可以给大家一个交代的那种感觉。我们刚刚是大家在看，对，我觉得前面看大家都这样子，对啊，快哭，因为要上台表演前，但又不能流眼泪，怕那个妆花掉。但是前面看到 V 家就是大家的祝福影片，还有一些以前未来少女的一些，对之前的战友们，就是觉得心情很，现在才想对啊，想到有点想哭，但忍住了。对，就是从一起奋战到现在，我们终于要正式对正式出来这样。很开心有他们的支持，没错。若曦是后来才加入的，会不会刚开始会觉得跟他们比较没有那么熟的感觉？虽然我是新加入的，但其实我认为我自己还蛮外向的。然后我觉得我的个性应该也算是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喜欢照顾大家。对，所以就是在照顾，然后大家被我照，就是也很乐意被我照顾的那个同时中，大家感情都会越来越好。其实我们跟若曦算是熟得很快，就是几乎前面没有什么很冷的时候，然后就直接一见面就哇很聊得起来，然后就因为他真的太热情，对啊，因为他一来的时候就是很外向的人，所以跟我们很快就而且我自认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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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熟的人，南宫烈的冰山，你在我这边是相对很快速的，对，没错，比我当时还快，没错，大家都觉得给我鼓励说啊。好快，对啊，好快熟啊！这样我自己，但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如果传递爱的话，对方也会很快感受到你的真心，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也是一个互相接受爱，然后也很爱我的一群伙伴们，所以就是大家混熟的真的算是很快。对粉丝的部分，就是因为你是后来跟大家一起。然后成团出道，对粉丝的支持这部分，你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其实我一开始有一点点小担心，哎，我第一次这样子亮相，大家会不会觉得哎有一点奇怪，有点突兀？可是我觉得意外的，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是一群很有爱的人吧，然后粉丝也都很有爱，然后有让我感受到就是他们。很欢迎我的加入，然后甚至是就是希望我们五个可以越来越好的心情，所以其实我有为此就是也有半夜有自己偷偷流泪，因为我是很感性的人，会有黑粉这种的留言什么这样，目前没有看到，我们都没有看到，而且我觉得只要我们五个。都一起都很爱彼此的话，我自己是会比较会去屏蔽那样的言论的。
前是宿舍生活，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我们有集训的时候，集训的话就会一起住在宿舍，对对。但是因为现在像是跑宣传或者是一些还有其他的活动的时候，就比较不会住。对，有时候就会住在家里，还是要可能回去找家人一下，这样有时候还是会回家。可能只有我没有办法找家人。一星期不管在哪里就是宿舍。对，因为我是高雄人。对，像我们今天是活动在台北的话，就是就会住在台北。我们下次活动在高雄。高雄，对啊，这是我的活动去高雄，这是我的小心愿。我们四个人住宿舍就回家。好，我家住一下吗？没有，我们住宿，我们去住那个饭店，是睡你家地板，想睡，想睡。你们五位会彼此有就是比较人气吗？或者是一些说，哎，谁比较怎么样？其实完全不会，各自有各自的，大家都是有不同的，对，不同种类的魅力，喜欢不同种类的。嗯，也很难比，因为都是不一样魅力点吸引到不同族群的那种粉丝的感觉，而且我们其实彼此的粉丝也会喜欢彼此，我们很多喜欢，像比如喜欢玉馨的就也会都会关注我们大家，因为他们会这样团进团出，对，说哎喜欢大家，就是就算有各自主 pick 的对象，大家也是喜欢爱屋及乌的，然后大家就组一团，然后来这个活动，看了也觉得蛮温馨的。对，五个人各自什么目标？各自目标就是那个喜欢的那个群众不同。像我好像是女粉偏多的，但是其实我也不确定是为什么，但是他们好像看到我会觉得我很正能量，就是很喜欢我这种传递温暖那种感觉，然后看到我就觉得对，就觉得很开心，然后觉得我可爱的。我没有特别觉得我什么族群偏多，但是因为我在团里面比较主要担当喜欢唱歌的族群，大部分都是可能会被声比较被声音吸引的粉丝朋友这样。哎，是很常负责我们团一些高音，所以他的高音都很穿透，都很细，就是你一听就觉得哦，刚刚那个唱很高很厉害，而且还是唱跳，就会觉得很圈粉，可能喜欢的朋友对，可是就会觉得很厉害。嗯，我自己的话应该算是，因为我以前是在台北的 K-pop 的 cover 圈、dance cover 圈算是有一席之地的，所以喜欢 K-pop 的人，大部分应该也都会蛮，就是有看过我的表演。有看过。就我的部分，因为我还有参加前一次的选秀，对，我是两次选秀之后出道的。我的部分比较定位是比较偏向男性会喜欢的路线，但是最近以让女性也喜欢我作为目标对，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说，我要让女生也非常喜欢我，看起来很可爱。可能因为我长得比较属于看起来很冷，对，冷艳，可能女生会害怕不敢接近的类型，但其实很可爱。长大都这么说，超级可爱的。他是小猫，我保证，不是我说的，超可爱的。谢谢大家。但我就没有特别男生多，还是我觉得你是妈妈或爸爸粉，或哥哥姐姐粉，真的非常可爱，很想照顾他。对，我觉得他那种会搭着。他的想要照顾，想要爱护他。我有观察过他的粉丝啊，因为他跟他就年纪比较小啊，所以你观察我的粉丝，因为我会喜欢观察大家粉丝互动，因为大家那个粉丝都很友好，所以就会观察他很多那种，年纪比较稍微大一点，会觉得哦，他像是一个软软的东西，小可爱，可爱的东西的那种，对，会觉得很可爱的。萌妹就是萌妹啊，就是收到很多比较多的评论。都是写说觉得我很有舞台魅力啊，然后怎么样，就是有时候看起来在舞台上面坏坏的，明明讲话的时候那么呆呆的，叫什么呆萌词，憨憨的呆萌，讲话很超灵呆，然后这什么声音，你什么时候冒出来？这个这对我没有蕊过耶，连我都吓到了，没有听他说过那个词，那我们自己都吓到了，是你冒出来的吗？很久，他们来这样讲我，然后我就觉得我看他都把头发弄乱了。对啊，有啦，私底下有啦，私底下有。你现在几岁？老幺，自己讲19吧，没记错。19，住在一起啊什么的，有没有发生一些，比如说意见不合啊，或者是一些有到吵架，或是？那种脾气就怎么真的没有，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各自的房间。我觉得还好哎，通常应该比较，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很常跑去找玉馨睡觉。对，就是我们三个人是有各自的房间。我其实有各自的房间，但是他都会跑来我房间跟我睡觉。就是我说晚上如果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就是心情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要跑去找玉馨一起睡。我就打开我的开门，然后就躺在一个小角角。对，珊珊在吗？在。然后我们三个同一个房间，单人床。对，我就不能找一个单人床。你有找我躺过？我找你躺过。
后两个人挤在一张单人床这样。对啊，有过一次是我做噩梦，然后我做噩梦醒来，然后我一醒来之后，他们两个都在休息，都在睡觉，然后我一醒来就赶快找有谁现在可以让我跟他一起做。最好笑是后来跑去找玉信，但是我的门也是被他打开，对我还开了三扇门，就说。谁开了我房间的门？然后后来就跑去到玉信的房间，然后说不好意思，我刚刚做噩梦，我可以跟你睡一下吗？对，他没有问完，人就先躺上去了，直接上来，我就哦好，没问题。好好笑，那天好好笑。看来我们这间房被拒绝过的。对，我们还是有啦。有时候玉馨还需要一点私人时间的时候，就会拒绝我。其实是因为我是有口水洁癖，然后我觉得口水，我觉得气息，所以我不能跟人家靠太近。不止口水，他连人脸都不能靠。对，就不能靠很近。然后有时候睡觉如果翻到同一面，我就对，哎呀，有时候会不小心角落转同一面的时候，他就会赶快背对我。他其实不止跟我睡，他还会黏在我身上，就是他整个是这样子，所以我会非常的只能缩在一角都不能动。好可怜，对啊，没错。但是玉馨会就是有那个。不能跟人家太接近的这个，对，有口水洁癖。哦，所以 Ashley 你是睡觉会流口水？不是，是，不是，他的意思是不能靠太近，不能靠太近，口水跟气息都不行。对对对，主要是气息，不是口水啦，不是口水，口水幸好没有，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就是口水也不行，因为有时候大会，你要借我喝一口这样子，对，也不能跟他喝同一杯饮料，然后就是要准备，不然就准备送你，对，吃火锅要用公筷，不小心喝到你的，你会生气吗？不会，就是准备送，他就说那送你好。我们会很愧疚，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再来一杯。所以玉馨，你会社恐吗？我不会，我是算一是外向，非常的恐怖。那玉馨，你可以接受亲亲吗？就是有时候团员有时候我知道他可以接受一个人。他弟弟，因为我弟弟现在有，他才6岁，还7岁，还对，我可以帮两个弟弟。据他所说，因为弟弟的口水是干净的，因为小朋友对，就是，而且是他亲弟弟，连气息都很干净，连爸爸妈妈都不行，爸爸妈妈也不行，所以爸爸妈妈在这边。没有养宠物吗？没有养宠物，哦，连狗也怕，狗也怕狗。其实我就是怕任何会靠近它很近的生物，所以就算是人类，如果会突然脸靠对人类，它也不行，它也不行，对，它也不行。所以我觉得它愿意接受跟我一起睡觉，应该是很亲密啊，大的人是莫大的人性。其实没有就是都没有，但是就是有人靠近，我就会突然想后退。是3岁的时候被圣伯纳的口水喷过？也没有，没有，完全我也没有被狗咬过，但是只要狗一追我就开始跑，然后它就继续追我，然后我们整个大跑这样。所以在路上只要一看到狗狗的话，我们就要挡住。有狗，有狗，有护驾，有护驾，对对对。那我谈恋爱跟另一半。这个我是有趣了，这个更有趣。回答，自己说，你快回答。我是那个母胎单身22年，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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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自称吗？恋综达人，恋综达人。他喜欢看恋综，但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我看很多恋爱综，这个人真的太神奇。对啊，我是理论派，很多朋友都来找我。学院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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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派。理论大于母胎单身。就由我扛下这个重责，但是有单身很久的部分，对，没关系，我也很担心会孤独终老。所以其他人都是单身吗？现在？现在是，现在是，主要是工作，就是有禁爱令吗？公司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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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公司还蛮尊重我们大家的交友状况，但是是我们自己身边就是没有想要去交友，就是自由交友啦。但是我们自己也知道，就是事业。现在都以我们团为主，就是想要准备好我们更多。没有时间约会，没有心思，没有时间那个心思。我们明天还要继续排练8月3号的 ATT 的表演。休息时间，我就在家打电动。时间 OPS， 会在家打电动，连跟家人都没什么见面。休息一天，我要跑回高雄，然后隔天再跑上来。对，跑回高雄都没有追求。有，但是其实我以前哦，我说，Oh my god，我是说以前，麦克风举过来了。其实是因为我父母给我禁爱令，对，所以我从小时候到大就都不会教，因为他们也是我的舞蹈老师，他们教国标舞的，就给我禁爱令。然后我妈妈说过，这里面就是可以心动，但不能行动。你今天真的，等一下，好不好？你以后都这样好不好？所以要一排人坐在那边。所以你有心动过几次啊？
没有，可是我小时候我也不懂，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心动。我现在其实有点他没有谈过恋爱，所以他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喜欢，什么他恋中顺便观察出自己的理想型是大概什么方向。我越观察越觉得没有，不会是，绝对不会是。我越观察越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喜欢。应该说我们旁人有从他的观察当中观察到一些像是什么，觉得成熟一点很强的男生，对，成熟很那个事业很强的男生的，我们自己的观察，不知道可能自己观察，好像是。很有责任感，是他就是非常强。所以像你这么有洁癖，男生要跟你大概约会多久才可以接吻？这我不知道哎、欸，他没有口水洁癖，他哎、啊欸、他是理论派，所以理论上来说，那你用理论，对理论上来论，这个我觉得这很难哎、欸。我其实内心觉得说不定我会抗拒，但是我可能一辈子吗？你不要这样子，啊、你不要，我会担心你。所以我会担心你，你不要乱说话，我要参加你的婚礼哦，我要参加你。我先说你婚礼伴娘一定要是我们好好，我已经决定好的，那要穿什么？那他要带，他第一个结婚，他第一个结。他现在连对象都没有。其实我们都有在交，我们都有在开玩笑说，母胎单身结果最快是。搞不好最快是他。对啊，很难。以这个目标，我们以这个目标为不好意思，玉馨爸爸妈妈可以吗？还没有问过爸爸妈妈的意思。还没问我们这个擅自决定他的。妈妈先走。所以你觉得约会要多久才可以？我觉得几年吧。啊，太久了，才可以三年才可以结婚，才可以结婚还是才可以亲？应该是。如何解除口水洁癖，对不对？对啊，我觉得真正要解除心里的那个，尤其是心里的感觉，我当然是可以忍住或者是勉强，但是我觉得你遇到真爱的时候就可以。对啊，好，我真的不知道，我就是小白。心的真爱在哪里？我们这边有真心，说明有结论，没办法，真心，或者是我们会让你好，我们是想恋爱的。其实我反而不还好，也还好，都是嘴巴上说说，但是其实对，因为其实从小就有很多那种舞蹈比赛啊、舞蹈节目，所以是从小都很忙，就都没有什么时间跟朋友出去什么的，对，也没有时间认识新的人，就一路到现在这样。嗯，所以你理论上觉得你大概几岁会结婚？我是希望我可以三十，你还有八年哦，可以吧？八年应该够吧？可是你光解除心魔可能就要三年，要不然我忍住嘛，我不告诉他，我告诉他说我已经解除了。那个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的男性朋友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电话号码这边会报出去吗？这段就打录影了，到录影，结果打过来全部都只有你那个录影的部分。从你家也，家人给你记在里面，我几岁还是？其实我小时候说十八岁，快十八岁的时候说二十岁，快二十岁的时候说二十二岁，后来我现在二十二岁，他就先说就是以工作为主嘛，但是我们就是有算冷却了，就是除非要真的遇到我爸妈都觉得很棒的人，他们可能才会松口，算是解禁，微解禁，微解禁，没有明确的解禁，小解禁，啊、感觉很难欸，爸爸妈妈应该都很保护，叔叔阿姨有看吗？现在已经到我妈有时候问我说，哎、欸。以后也不知道你会跟怎么样男生在一起。对啊，妈妈也很好奇，对，妈妈也好奇了，妈妈也好奇会有什么样。妈妈是应该成熟稳重，我记得妈妈跟我讲，我觉得跟你自己的应该也差不多。对啊，就是对，成熟稳重。请问就是现在就是成团了之后有发生过争执吗？就。像都没有，还没有对，我觉得还没有说太大的争执，顶多就是可能在练习，像比如说练舞的时候啊，有时候比如说我说，你好像是站这边，然后有的人觉得说，我原本明明老师排的位置不是这里啊，就是这种意见上面说，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啊，但就这样而已，不会到大吵，然后当下就结束了，对，怎么解决？其实就是听他的。听对讲，去看老师以前的影片，对，或是看我们当下对老师排舞的时候有录影下来，我们就直接 check 影片，然后就公正。对，争执太久就会取中间值，就是你退一步，你也退一步。对对对对对，或者是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也都不会说后面有不开心什么之类的。对啊，练完就没事，练完就对啊对，练完就没事。解除我就变回来了，开始吃饭，开始吃饭，那个聊天口，聊完什么这样子。玉馨公开真有，真的是队长，居然要三年，压力好大。对啊，今天有主题了。你今天很有趣，对啊，很好笑，很好笑，心动。
真有如也不是、啊、我比较震惊啊他们我每次觉得我在搞笑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不好笑然后我没有在搞笑他们觉得很好笑他搞笑很难笑、就是、有啊有时候会讲一些冷笑话然后我们都笑不出来先写音梗的时候我跟你说建议信不要再讲了他们都会叫我出去今天蛮好的我棒棒你今天很棒我今天没有在搞笑今天是玉馨妈妈很厉害是玉馨妈妈对啊对阿姨是妈妈在那里，阿姨，妈妈在那里，阿姨在后面，他们都没听到，在聊天，他们听不到。说谢谢妈妈，你让我红了。我真是笑到，谢谢。